直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指標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今天来小坦哥这里哦，东道车业弄这一台303，他哥哥302，就是我们的粉丝啊。然后他说他这一台车停在外面很久，他想要报废掉，问我们说，哎，看我们有没有需要一些件可以拿来杀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哦，好啊，不错啊，就把它拖过来小坦哥这边。结果小坦哥一检查说，哎，这台车体质很好，不要把它分解杀掉，太可惜了。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把它恢复原状，至少让它可以开嘛，可以动嘛，那我们再好好来整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这边看一下这台车现在需要做什么事情，好，然后之后再慢慢整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下去啦 ，Let's go。这就是它的备料，好多。这个是四门的尾灯，可是你这个是五门。基本上这个用不太到。那他为什么会有四门的尾灯？他可能去杀漏的吧。还有那个旧的尾灯残骸，这个是 GL 的大灯，跟你们车型也不一样。这个是旧品，这是左边的。左边的这个品相还算漂亮。灯，头灯，对，大灯。然后这个是原子灯，原子灯就是它整颗就是一个灯泡，所以这个只要不管你远灯烧，你就是换整颗；近灯烧，你也是换整颗。超硬的水管，后刹车分放，啊，新品哦，这个是顶好跟301的，跟你们的应该是不一样。一边的刹车应该有四片嘛，它只有一片而已。好，这个厉害了，这个是当年原厂的，就是前后轮顶的，这个还有玉龙 logo， 这个随车配来就只有两个，对。原厂的工具袋，看一下我们里面有什么、哦。这个大概是我小时候修脚踏车才会看到的多头型的扳手，有点可惜，这里面的工具都不是原厂的。哎，这很厉害，它这个是折新的还是重新镀电镀的？原本没有这么宽的，都不知道拿什么车去改的，还蛮合的。这台车为什么我觉得它可以留？它这台车板件其实外观涂很厚，它可能当初做的时候。底都没有打得很干净，可是基本上它底盘的结构是很完整。以这个正302来讲，302旅行车是现在树立车系里面是最少的，它所有的玻璃的年份都在。302是1979到1980，可是这台车是年份是1978，所以它是还没有正式贩售的时候，它就已经有302这个车。其实我修这么多树立，第一次看到1978年的玻璃是302，所以我跟小说。这台要留，它的内装的中控台很多，这个都晒太阳会粉掉了。它的内装的中控台完整度非常的高，之后椅子有点可惜，椅子都破掉了，应该都是被咬的。门板的这个完整度算很厉害了，因为这个颜色只有302有，这个椅子也只有302有，跟303前期的大概头一两批才会有这种比较宽的椅子，沙漏掉有点可惜。虽然它沙漏的价值会比现在价值对还要高。因为大家都想要302的车头啊，302跟303的车体大小跟除了中控台不一样，椅子的位置通通都可以共用。看一下后座，后座感觉状况比较好。对啊，后座没有虫在住，可能这里已经被掏空了。对啊，它可能住在里面比较温暖哦。这台车的关节声音还很扎实。对啊，它虽然外观已经斑驳，但基本上四个车门。关起来声音都很漂亮。引擎是上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化油器是塞住的，油路其实都不正常，因为化油器整个油门都加不上，所以化油器有稍微整理过。车子完全就是没有过电的情况下，线被老鼠应该是咬断了，所以我这边重新拉一个正电，有过保险丝。现在车子是可以发动，然后目前就剩刹车。要修冷气应该是不需要修了。现在很多零件我是用旧品先去替换上去，因为不知道整理的过程中还要多久时间。刹车油跟离合器油的部分它会侵蚀掉，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用堪用的旧品先让车子可以移动。到时候都整理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更新掉。换新的。我们直接不过车内的油箱，直接从这个汽油泵浦前端接一个油壶，让它直接可以先送油。因为油箱还没有清，所以油路里面可能很脏。车是可以发动的，现在剩刹车要来做一个重新整理，然后油路整个都要重新过。它现在冷车所以还不是很稳。其实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对不对？好很多，而且引擎也安静，
所以这车主当初停驶前，他应该有花蛮多时间去整理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是放到都旧掉了，放坏掉了。如果整台车，我最大的就是这个保杆，嗯，这个现在电镀的保杆、前后保杆现在都已经买不太到了。就算你买到都天价，基本上这一对现在都要10000多块，二手的，前后保都要10000多。那这个车头更不用讲了，现在这个是所有苏力线的梦幻一体的车头，光拆板件10000起，所以这部车最有价值就是逼住以前。最有价值的。他第一次顶起来，备胎不见了。原本这个洞是释放备胎的，备胎架还蛮完整的。对啊，而且是可以动的。哦，它是可以动，底盘都很漂亮哎，它也没有烂呢。对，它有做防锈，它有喷，应该是江巴嘎吧？对啊，以前都做江巴嘎防锈。这个是水管吗？那个是油管，这边是油箱。这个是通气管，那可能当初要拆油箱，然后整理的时候拆不动，把它剪掉了。这是通气管的，这个后轴啊是原装的后轴，这有卸油螺丝。嗯，303的就是一个橡皮盖盖住而已，没有卸油螺丝。嗯，啊，这种后轴的齿比较大，所以耐用度好很多很多。有一点点在渗油。这台底盘很漂亮，因为这个其实都没有烂，变速箱、引擎都其实都干的。这部前轮已经改成碟刹了。启动马达也换新的，然后这颗引擎也是原装的，这个卸油螺丝是22的螺帽，台装的是14，虽然它已经明明冒冒，不过至少还是个原装的引擎，还转得开啊？哎，应该转得动啦，因为它也有油包住，应该是还转得动。只是这个很厉害，这个怎么都冒成这样都没有漏油啊？这部车回来连水箱水都还有，哎，都没有挥发掉，这是撞坏掉了，歪的有点严重，这可能要拆有难度的，螺丝都埋住了。这只是完整的，这只是好的。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生态圈，土蜂又住在那里。虽然小师哥很想二合一啦，可是这台至少是正302，不是改的。改的很容易，可是正的保留下来也比较难。而且当初旅行车是最少的，这个保杆的状况非常的好。我很多车友来看到这台车，都以为要杀肉，每个都只要买保杆跟车头。我说这台车没有，这台车还要复活。这个保杆其实看起来旧旧，对不对？嗯。我们把它推亮给你看，其实它超完美的。有没有？随便推一推而已。这个也是啊，这是其实它平江都算很好，这个也是当初也是电镀的。嗯。可是它这边就比较雾一点。对，这个是喷砂，它这里本来就是做雾的，它上面这个面是亮的，对，上面是亮的。外框有点可惜。然后这是一个光头胎，有没有？完全没有胎纹。哦，碟刹，这里面这个活塞，它基本上都是咬死。这个活塞其实你看它只有一颗，它还是对向推，背后还有一个活塞，它是两边撑，然后这个外框会往里面夹，所以它类似双活塞的原理，就是前后顶。这个碟盘 cam 拔一下还是可以用的，主要是这个卡钳可能要送修了，这活塞应该都咬死了。然后目前现在刹车踩下去是空的，应该是没有油，因为那个时候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刹车油壶起来就是干的了，完全没有油。然后呢，这里面已经锈到背力器已经没有办法踩了，油管已经断掉了，刹车管里面可能都锈死了，所以油过不去。那门板的线条基本上它都很完整，这种黑铁板的车它没有像现在的车是做镀锌齿去整个浸泡，所以会烂的地方都是摸不到、擦不到、洗不到的板件的夹缝缝隙里面的防锈，它只能喷黄油或是柏油。柏油我比较不建议，因为柏油会堵塞你一些排水孔。然后有的老师傅他会用黄油，固态的那种黄油，然后加一点机油或是齿轮油，把它稀释之后喷在所有的梁柱的缝隙里。所以它会从排水孔就会这样流那个油渍出来，对。那我旁边有个门板，就是它当初都没有做到防修的门板，是很可怕的。泰山，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当年没有做防修的门板，这块是前门，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泄水孔，这里也会有一个泄水孔。那它当初没有做防修，它的所有的水就灰尘、落尘都会把这个洞堵住，之后就会烂在这两个位置。这是 GL， 这是1992年的门板，就变成这个样子。那部1978年的它都还完整的，你觉得它可能不能救？一定能救的嘛，它都顾这么好。这次水箱罩都是原厂的 logo， 这个 logo 是一个玉龙的小 logo。不过这次水箱罩居然也连糊都没有糊掉，它的密合度都很好哎。这支前保应该是原厂的，很多前保都会换成副厂的，插在这个弯角这个收边。
如果是副厂的这个模具，它冲压的磅数不够，这个边会有一道一道的那个压痕，这个都是顺的，没有那个毛边出来。像这么大件的电镀件啊，其实现在都没有办法再重新制作。电镀是一个中污染的加工技术，现在只有喷镀或者是真空件镀，可是因为这个尺寸有点太长。真空件镀的炉子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大，因为它都是小配件。你个人觉得它是梦幻艺品的，但是小师哥如果放在外面的时候要小心。我现在手刹车拉住了，所以转不动。这是一个完整的鼓刹，我们把它放掉。这个阿伯就是停放的观念很好，就是他不是拉手刹车去做一个长时间停放，他应该是入档。不然你手刹车拉这么久，基本上这个手刹车鼓大概就已经都咬住了。好，我把它拆开看一下有没有风化掉。它其实都很完整，有没有？皮都很完整，然后分棒也没漏油，所以它有可能当初整理完之后就真的没有什么再开，而且这个后轴间隙也没有什么间隙。这部体质真的算相当好，它其实胶条都还算软，很神奇。对，它所有的玻璃都有质，超厉害的。喂，哎，九二。黄的，有点味道，可是还不算太严重。哎，人家不是说你如果想要放久，那油要加满。哎，加满是怕油箱里面会生锈，但是那个油就是一定期就可能要抽掉了。要抽掉。对，现在汽油大概半年味道就开始变了。现在的汽油应该是添加剂过多，干掉都是粉尘，所以你用化清剂洗不起来，你洗下来只会变得会堵到别的地方。哎。油箱也没有猫，就是那只下肢壁，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猫。哎，那下肢壁我好像还有一只。来来来，我们也马上生备料出来。哎呦，有没有完整的？一样的，一样的。修不困难，我们很多零件可以让小师哥把车复原。啊，快漏完了，快漏完了。这个应该没有停超过五年了。我们就让它在这边抵好了。好，我们现在要先把这个成年的分棒拆下来。准备后送去整理，因为它已经卡住了，有没有？已经转不太动了。这个应该有小鸟筑巢，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刹车比有多小块，我拆给你看，它大概跟进站差不多大。哎，哦，有了，这么大。所以它制动力本来先天就不会太好，但是怕这个防尘橡皮已经买不到了，因为这个都裂掉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找状况好的回来抽着用。它这个之前应该是有整理过了，因为看起来活塞这个橡皮还算新，对，外面这个就不行了，这都糊掉了。左边的分棒拆完，我们来拆右边。那这边就好拆很多，因为那边应该有锈，它就有点卡。好，下来了。这个卡钳两边都破，可是至少活塞好像还是推得动的，头绳都很健康，卡钳有点含住了，就把卡钳后送去整理吧。这个302当初原厂的是前轮是鼓刹，是四轮鼓刹，它应该是后来整理的时候把它改成碟刹。没有了。我们把车放下来，现在要把它移回原来的地方，啊，因为它现在没有刹车嘛，所以它只是靠手刹车而已。好，完美停回来原来的位置，它是可以开的哦。我们再把刹车弄一弄就好了。我们没有拉手刹车，直接用入档。对对，它就可以把车停在原来的位置，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前卡钳送修回来了，刹车系统重新整理之后，它就可以回家了。剩下就是小师哥的任务了。然后没有弄好，还要再回来。哦，还要再回来，好。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 ，OK， 拜拜。谢谢小凡哥。好，喜欢记得按赞、分享、小铃铛、小铃铛。现在马上一来，发现油箱好像汽油出不来，现在抢救当中。原车的铁管没有问题，现在跟油箱堵住了。油箱堵住，戳不进去了。待在这里就死不进去了。小动物，这里应该不是小动物，这个是密闭的，应该是太久了，里面那个铁管生锈了，生锈它就堵住了，汽油就上不来。油箱先暂时先放弃，晚点再弄。我们来弄刹车好了。哦。冰冰冰。哦哟。
连刹车皮几乎是99%新了，因为这部车原本是我客人的料车，整理完之后都没再开，后来因为车壳太烂了，他直接把它报废，所以他又留下一个这么完美的整新品。原本这台车上的活塞这个垫片都已经烂掉了，这是之前整理过回来，橡皮都换掉了，两边都换掉了。我们原本车上那个拿去送修，现在没有零件了。所以我们就是拿去整新。对，就因为没有零，本来要拿去整新就没有零件了。那还有救吗？要等啦，因为、就是、对应该是还是有机会找得到零件。那大部分都这个两个活塞咬死就没有用了。我们现在油箱已经放弃了。我们本来要很单纯、很开心的要移车，结果汽油已经加进去之后，发现怎么那个汽油打不出来？这个先不弄，我们先来弄刹车好了，不然像移车也是很恐怖，只剩手刹车可以拉。哦。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你应该遇到蛮多次又跑出新的状况。哦，对啊，很正常啦，因为这车都放太久了，所以很多你没有办法想象中的问题都会发生。因为这个车还算，因为机械构造很简单，所以还算比较好排除。像我们刚刚发现，油路没上来，汽油帮补是正常的，因为它是磨片式。油管这一段我们刚才就拆掉先吹，汽油出来，对，汽油有出来，表示铁管这一段是没有锈，就出了一个最大问题，油箱可能里面的抽油的部分原本太久了，可能那个表面已经锈掉，所以油抽不上来，那变成一个就是油箱拆下来看，备胎上面那边有个维修孔，我们俩可以从上面先看看有没有办法清得到那个油管，啊，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整个油箱就要拆下来。这不是做效果，这是真的。真锈到不行的刹车盘，可是基本上面还是平的啦，就是我们先求有再求好。这个轮拱很漂亮，算很漂亮。第一次看到这个年代的车，这个都还在啊，这么新哦。对啊，这是脏而已，这是脏而已哦。手推一推它就亮了。我直接把它原车的铁管剪下来了，这样油就不会漏掉。这个车很特殊，你要踩卡钳，你的避震器一定要放掉，不然你螺丝拆不到，你看得到你拆不到。就下面这个固定座一定要放开，如果你不放开，它在这里面，你螺丝看得到拆不到。竖立这个螺丝很多都被拆到都坏掉了，而且它这个没有牙的地方比较厚，所以很多拆坏就拿一般的螺丝下去，那边是要磕钩，可是久了会松掉。这302的外形跟车壳跟底盘都跟303都共用，所以还算很好，很好修。如果你是301的话，就全部就是独立系统。这边很少一个垫片。我这两桶都是竖立的螺丝，其实因为竖立螺丝有的规格很奇怪，跟人家不太一样，用得到的就是宝啊，用不到的就是白提啊。它是这种有破钩的指滑的，所以它锁紧它就咬下去。那一般现在都是直接有，对对对，有打那花键的。还有啊，这部算修复过程还算很顺利耶。原本以为引擎都发不动，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转它的曲轴，它转得动，那就还好，引擎没有咬住。所以刚刚小坦哥是觉得它可能是油箱塞住，所以车主就很久都沒就没开了，应该是因为它油汽油就打不上来了。这个是前面的刹车油，这个是后面的刹车油，它分两管，现在行的都一管嘞。他可能当初制造成本的模具问题吧，所以要把它做成两管。他油都用一样。对，油都用一样。他其实到最后帮浦里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油管好细哦。对啊，其实它出油量很少。先空气先抽掉，油这边会慢慢的下去了。这个可能拆了就断了，这根对那个油嘴看起来就很危险。对，这根还好一点，也差不多。先让它咬一下，让它咬一下。待机不成功，人收拾的这样子干干。看我在动吗？没有，完全这里都没有。没有压力，没有在动。那我看我踩的时候，这两管会不会有气泡出来？如果有气泡，就是里面还有空气，好吗？没有，还是有翻滚的感觉，都没有，都没有。没有，一直下去。
哎呦，看起来是有主力，有了，有一点点感觉。一点点。下不去了，有了，我们刹车顺利，现在是有刹车了，有了，这一段整个是硬的，踩不下去了。嗯，看起来比刚有阻力多。对啊，因为刚刚一脚就直接顶到脚踏板了，对啊，现在三分之一就开始硬了。好了，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玩油箱了，又多新的副本，对，又有新的东西要修。因为如果后面的空气很多，我们刚刚踩也不会硬了、那等于是后面没有完全开，因为我们只有踩前面而已，后面油路没有解开，所以油不会跑掉。那因为我们刚刚看前面这个刹车油壶的后面这个油量有稍微少一点点，可是还没有到完全干掉，这个油路它还是完全是顺，对，是顺的，它里面是还是有油啦，不是有空气跑进去。今天要换油箱，上面东西都要搬下来，小孔就在下面。它插的是红杆防锈漆，螺丝要先把它抠出来。哎，这螺丝也是快40年了，这台1978嘛，尊敬它嘛，比你年纪还大了。哎，对，这螺丝比我大，然后加学长，学长抠出来了，学长。学长，你醒醒啊，学长。学长，你看。学长出关一只，考古，这个是成年的那个浮筒感应器的位置，有没有出土了？这油表应该不准吧？不要这样，我的骄傲放肆。先把汽油抽一点出来。刚刚一坨粘在那里，这条就是它进油管最底的位置，然后刚好这边一坨胶质堵住了。那我们就不用拆油箱，我们把那个胶抠了掉，把它稍微提一下，让它离开，直接灌，用那个刚刚的铁丝直接起看看。所以那是汽油的胶质粘到了，可是我看它底部。没有什么锈啊，没有什么锈、啊。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拆的时候，里面还有汽油、啊。好、哦，我看到黑的靠掉了，那一根是油，就是油管了、啊。对，那个就是进油管。也太细。进油管最下面那根细细的，还是没有过。当初可能就因为油箱问题，所以以为那个通气管没有通，所以要把它剪开。哦，所以这个是为了通气，有可能是对那个原因把它剪掉了。把管束先破坏掉，换一个新的，然后把通气管直接绑死它。先把油再加回去淹过去，测试看有没有通。有哎、欸，有吗？有看到气泡。气泡了吗？有。泡了都有机会了，通了，我们的 DIY 是有用的，所以就是用管子一直戳它，不是，这个原理有点像我们在水管堵塞通水管用砖的吗？对，你看这个可以软这么软、然后前面已经卡了很多锈了，每次一直转一转一转，然后拉出来，就是、有点像锉刀在锉油管的概念，有泡泡了。现在要拆那根管子，我们就不用透过那个橡皮管了，换新管，没有泡泡哎、没有泡泡，对啊，比刚还少哎、刚至少还像气泡水，现在像没有气的可乐。当初它应该就是因为油管通堵住了，然后就。被流放在山上，好了，就加一些汽油回去，希望可以顺利。哦，乱喷，
下油表。觉得米奇应该咬掉不少线吧。还有米奇的家。嗯。看会不会上来。把新的绿肺加上去。哦。现在没有任何外力就上来，这样就正常了。这里有个小时窗，嗯，一油就上来了。嗯，我们今天原本只打算要修刹车，汽油加完发现油箱又堵住了，现在就可以正常移车了。钣金烤漆就不用这么烦恼用推的，然后刹车也弄好了，油路也都弄好了。嗯。但是轮胎应该要先换。对啊，我再帮小师哥找一套比较漂亮的铁圈，先让他顶着用。然后我们就把上面的都复原嘛，我们来听一下他引擎嘶吼声好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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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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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给面子。这个有一个阻力嘛，他现在车不够热，所以我们没办法把车子。加大油门，把它稍微盖，油门盖一点点。因为换了气的车很怕天气冷，它因为它是靠温度去把油气雾化，不像现在喷射车，你直接发动就可以走了。换了气的车，你这种天气很浪漫，你等一下热个3到5分钟，你才能离开。那我们把这边空滤全部都复原，然后再来就明天就可以移到小师哥店里去，嗯，静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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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可以开了啦，不然没事来炒个菜嘛，因为炒菜需要平底锅。可以开吗？可以开啦。那个胶味，胶味皮带，它这个盘面都会锈，那你我们磨下去，皮带就会那个橡皮味就会跑出来。哦，我们今天所有的维修都搞定，至少它可以移动。对对对，至少可以移动，至少小师哥移回去的时候，它也可以正常的移动车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本集也在这里了，谢啦，感谢。耶、yeah, ，大家好，我是柯P。耶，讲到这台车，我也讲到天，目屎都飞袂离。当初停在路边呢，我还请拖车呢，然后拖车钱就开比较紧，本来就要杀肉，后来哎、欸，你看一下外表看起来真的破破烂烂的，没错，你看外表漆都爆炸，因为都放在外面，引擎那时候去的时候还不能发动，啊发不动，哎、欸、你看一切弄除锈哦，你注意看一下，它下面都有除锈，防锈都做了，哦小坦哥啊，小坦啊，我那后边也有小坦哥，也要感谢他嘛，他说哎、欸、这个不要，这个车可以救，那时候你去拍的嘛，對啊、你就觉得看闹可怜，这车已经准备破毁，本来就准备破毁啊，那种感觉。我拒绝，这要救吗？对啊，啊为什么他当时丢在路边，应该是发不动的，或许丢了几年了吧、欸？我发动给你们看一下，欸、这外表你说很烂，可是他最少没有碳灰那种，锈到都整个穿过去。哇哦，更哦。一触即发嘞，个十百千万十万，真的假的？82万哦、喔，不准吧？他、啊、这用好完可以去车工那边甩尾吗？我觉得他之前应该有照顾啦，内装可能到时候哇，这回忆都要用，第一可能都过了。嗯，后面搞不好不差几人嘞，不差就是人哦。后面还蛮新的。我变啊，扣扣哎，啊练呐。你自己敲敲看就知道。没坏啊，没坏、啊。那时候你看旧式的车子。你帮我给我，哎、欸，几台拳头，因为以前的车是做这样比较窄，然后在过弯，其实转弯会比较好转，前后保险杆都很漂亮，哎、欸，它连轮毂都保持得很好。你知道这台车前后保杆大概比这台车还贵？现在应该是这样讲，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吧？对啊。再次感谢一下啦，小坦哥啦，帮我们把这台救活了。老车子家呢，能救一台是一台，啊，不然就是放了死的，就台湾就少了一台了。后续。继续会再拍影片，要、啊、看怎么用。这老车，欸、这个可以拍很久了，对吧？所以这台车放多久，我们拭目以待。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启铃铛哦。好，耶、yeah, ，感谢那个小坦哥，耶、yeah, ，拜拜。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其实它车上还是有壁虎啦，因为我昨天要移的时候，还有两只壁虎跑出来。然后这边有1、2、3、4、5个虫卵，应该已经孵化了，所以它离开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新住户，他应该还在里面吧。